什么字呀？共同富裕。我在2008年开启全村第一家农家乐，去年毛收入100多万。共同富裕了。来些招蜂蜜喽！小时候过年看见镇上条件好的人家烧羊之根分给大家吃，我也吃到过，那时候感觉味道真是难忘。过了年我就27岁了，爸爸妈妈他们年轻时很辛苦，父辈们那时想着自己怎么富裕起来。我现在是一名预备党员，我们年轻人的想法就是让村里发达起来，每家每户都富裕起来。春节一过，我们准备搞一个民宿联合体，一起接单，一起致富。